将军阁下，咱们稍回去吧，与他们一决高下。 将军阁下，根据目前的情况，全面进攻已无可能。为了一雪前耻，我以为应集中全力攻打解玉堂。日进玉堂，就是你日用提拔的。现在给大日本皇军造成如此大的损失，你罪责难逃。是，卑职知罪，卑职。 正在想尽办法进行弥补，怎么弥补？卑职派到京卫师的两个眼线朱立文和古都刚刚逃回来，他俩已经掌握了进士临时驻地的地点，而且额外安排的三个礼遇也已经到位，将协助将军击败戒玉堂。 部长急电，日军又增加了三个旅，看来要置我军于死地啊！毁了是我们四倍，得怎么打？得想办法撤退啊！董部长已经出发了，估计马上就到了。同志，各团准备行动，是，快！ 少东家，情况怎么样？都安排好了，只要陈医生能上黄包车，就能按我们的计划把他营救出去。 地势平坦，连个隐蔽的地方都没有。告诉兄弟们，快点到前面林子休息。好，弟兄们，快点，咱们到前面林子休息。快，弟兄们，都。有敌机，弟兄们，散开！快点！
你一起走，待我还。虽然是新四军那边的人，此时此刻也还是我的兵。必须服从我的命令，你要不走，谁也走不了我们。师祖，别说了，只想命令。 兄弟们的命就拜托你了，师祖，走，走，快走！你们几个看好师祖，其他人给我撤，撤！ 如何，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只是有点心慌。也是，他们把你看得那么紧，是得多加小心。你们来干什么？闭嘴！你们有什么事吗？北野邀请。如何，姐，你可千万不能去。去不去轮到你说话吗？闭嘴。是。 他找我什么事？应该是和靳宇堂有关系吧。靳宇堂，他怎么了？他人在外面呢，自己看去吧。你不说我是不会去的。用得着说吗？姓靳的那小子滑变了，现在正躺在手术台上等死呢。你呀，也得意不了多久。靳宇堂到底怎么了？你现在去。 应该还能见他最后一面。你真是个混蛋！放我进去。放他进来。 做手术，坚持住！我不行了，不许说这样的话，不许放弃。对不起，我以后可能保护不了你。你不许说这样的话，坚持住！我会在天堂看着，嫁给你心爱的。 如歌，怎么样？婚纱很漂亮吧？就是按照你的尺寸做的。它只属于你。我们在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我对你了解的越深，对你的感情就越深。如歌，事到如今，我不能再等了。 我一定要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。这些话在我心里埋藏了很久了。我爱你。
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没什么可奢求的，我在战场上杀敌无数，可面对爱情这场战争，我没有资格，我连命都不是自己。谢谢你，让我在这场战争遇到了你。 玉堂，坚持住！玉堂，玉堂，玉堂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玉堂，你冷静一点，真是不识抬举的东西，把他带回宪兵司令部。坚持住！坚持住！坚持住！玉堂。 少东角，出事了！北野回来了。怎么这么快？北野暗地里加派了兵力，靖宇堂反戈之后，日本人又派了增援部队围剿。 靖宇堂突围时受伤被俘，连夜被押回苏州了。那如歌呢？负责接应的老何说，根本就没有看到陈医生从医院里出来，很可能被北野控制了。你在店里待着，照常营业，别让任何人看出端倪。我去打探消息。 怎么还不回来？你还不回来？你怎么才回来呀？怎么了，如云？玉萍姐刚来过了，她说：“靖宇堂死了，我姐要找北野拼命，结果……” 结果怎么样了？结果被抓进了宪兵队，生死不明。如玉，别担心，咱们得想个办法救大姐。要不你去找杨广鹏，咱们救过他的命。你又是他们组织的人，应该可以帮上忙吧？啊！ 我这就去。这次您一定要帮帮我，救救大小姐。老弟呀，这次日本人清乡失败了，现在像疯狗一样见谁咬谁。如果这会儿我们出头，还不被他叼着了？所以呀，小心驶得万年船，谨慎。 谨慎呐！那大小姐怎么办啊？你放心，我会通过内部关系，秘密营救她啊！梁大哥，您神通广大，这次您一定要帮帮我。老弟，你我是什么关系？是同志关系啊！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的啊！喝茶，喝茶啊！好，谢谢您啊！啊。 站长，真要去救陈如歌？哼！郝运来这个大傻瓜，为了一个女人去冒这么大的险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。哼！我看那个杨广鹏多半是在敷衍你，救人如救火，哪容他这么耽搁？如玉，别担心，还有少东家呢。方圆。 能跟整个宪兵司令部抗衡吗？我只知道，少东家为了大小姐，一定会拿命去拼的。想了这么久，该想明白了吧？不老实交代。
我们休想获得自由。如果不把你们这帮强盗赶走，怎么会有我们中国人的自由？我知道你说的都是气话。 作为老师，我还是可以原谅你的，可你必须说实话。金玉堂是不会无缘无故起兵叛乱的，能告诉我他是受谁指使的吗？这还用得着谁指使吗？只要是一个中国人，都会奋起反抗。 不要太放肆。陈柔哥，你的性命完全掌握在我的手里。只要你说出靳玉堂是谁指使的，苏州的共党组织由谁指挥，他们的联络点在哪里，我就放了你，送你回日本。我为什么要回日本？应该回日本。 是你，别逼我不念师生情分。你不是想知道是谁让靳玉堂起义的吗？是我，陈如歌。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你是不想活了。 情况怎么样？北野全面封锁了消息，现在还真不好说。你不是要杀了我吗？ 把我带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因为这里才是你的地狱。死很容易，但要活着却非常难。我没有什么可怕的。你不怕？你的家人也不怕吗？我完全可以以通敌的名义。 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靳玉堂的唯一亲人，自小父母双亡，就这么一个亲妹妹，长大后远嫁广东，就一直住在那儿，现在也被我们请到这儿来了。北野玉照，你就是个疯子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赶紧放了他！我当然知道。 难道中国来了之后，我非常诧异。你原本是那么文静娴雅，现在却和那帮反日分子一样疯狂，所以我只想看看其他的中国女人是否跟你一样是不怕死的。
没兴趣再跟你浪费口舌，再给你一天时间考虑，否则躺在这张床上的就是你的亲人，你好好的想想吧。 少东家，他们已经到了，请。谢谢。少东家，都到了。嗯啊。董部长让我派一支队伍去救金师长，可我刚到苏州，就听说他已经……金师长已经牺牲了，咱们不能让大小姐有任何闪失，所以，我跟程伦把游击队带来了。说起来，我还欠着大小姐的，一开始。 我以为大小姐是汉奸，骂过她，还想过要杀她，可大小姐却一次次的救我。我这条腿，要是没有大小姐的治疗，可能早就废了。所以这次，说什么也要把大小姐给救出来。这个北野啊，简直是丧心病狂，居然把大小姐给抓起来。玉堂牺牲了，如果北野不能从如歌嘴里获取有价值的情报。 他就无法向军部和陆岛交代。不过，正因为如此，如歌才暂时安全。不过，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折磨他，咱们必须立刻行动。少东家，你就说吧，怎么个干法？今天晚上，我们要让苏州城的鬼子疲于奔命，然后出其不意，直到北野老巢，把如歌给救回来。 带人去虎丘了，朱律文也去增援胥门了。你们一定要坚持守住，军火库要有闪失，我毙了你！什么？吕门也发生爆炸？我要慌，我马上派人过去。来人！公务官阁下，传我的命令，只留第三小队留守司令部，其余人员跟我到吕门。 捉不到共党分子就别回来。是。哪边枪响？这边。走。走。
吃些苦头，你是彻底不知道悔改的。偷袭到这里来了，快！你得给我陪葬。文偃太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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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君佐，文偃太君人呢？是你没在，就是给劫走了，这简直就是耻辱！君佐，他们不会把文偃太君杀了吧？咱俩就都得完，若是没了北野就会大乱，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找到北野。是君佐，君佐，君佐，我们从何查起啊？从当班的警卫查起，还有周边的居民，只要有嫌疑的都给我查，一个个的查。是。不行，不行就用刑。明白，去吧，去呀！是。
现在的统一，你安逸的太久了，恐怕都忘记了什么是痛。如果找不到北燕老师，这种痛你就不会出现在手掌，而是你的脖子。你绝对不能坐以待毙了。为了自己的命，朱立文。 顾三哥，我想先跟他聊聊。看你很面熟，我应该见过你的。你是什么党派的？我是共产党，是你们一直要抓的共产党。我的父亲、母亲，还有丈夫。 都死在了你们日本人手里。所以，你是想报仇？为了你的家人，还是为了你的组织？为了每一个被你们残害的中国人。你以为你还活得了吗？我知道，你们不会让我活着走出这个房子。如果你想死得痛快一点的话。 就告诉我，你在苏州安插的日本特务到底在什么地方？如果我死了，我留下的人会把苏州变成一片焦土，为我寻找。他们就是你们身边一颗颗定时炸弹。<笑>别跟他废话，你想崩了他？告慰所有牺牲的同志。现在你们杀我，容易得很。 但我临死之前想死个明白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知道有一个人，身份神秘，能力了得，暗地里为你们共产党做了不少的事情。我一直蒙在鼓里，我想知道这个人是谁。你知道他是谁有意义吗？ 反正你罪恶的一生马上就要结束了。他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对手，是唯一有资格跟我说话的人。你别听他的，这老狐狸诡计多端，他又不知道在那耍什么鬼花招。让他来见我，或许你们想知道的事情，我可以跟他谈。 我知道，你加入了共产党，坚不着很重要的任务，不许放弃，还不能死，我不能让如哥以为他爱错了人。我一直把你当我心里的榜样，我想跟你一样坚强。那个朱立文正在进行全城搜捕，所有的道路都被封闭了，把那些平时不注意的、没人的角落都给我查一遍。方老板，你就是影子杀手，就是我，被也死了。那也就是你们的下场。是战争。 把这个简单的愿望变成了奢望。你猜，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珍珠塔。德国法西斯已经投降了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我们胜利了。你认为你的命就值四根金条？放弃。我在你最走背运的时候，不离不弃，照样跟着你。你这辈子啊，只能靠在男人身上喽。 游戏。
那天你披着大雨，我多么想让你来我怀中躲避。纪念光景，看尽了残月断壁，梦里花开，那是你种的春季。梦说